好，继续再来看到国际扶轮 D3600 地区，韩国城南仙一社敏俊，安慧中社长透过花莲华东扶轮社黄义达社长的转介，带着社员跨海而来，捐赠善款3000元美金，希望透过吉安乡仁爱基金的统筹挹注弱势灾民。乡长游淑珍是亲自颁发感谢状。国际扶轮D3600区韩国城南显一社社长敏俊安慧中，透过花莲华东扶轮社引介，带着社员跨海来吉安捐赠3000美金的善款。那我们就是联合韩国我们的姐妹社，他们来捐赠这一笔款项，那希望可以让一些受灾户得到更多的帮助，然后抛砖引玉哈，它吸引更多的机关团体，大家来做捐赠，对，然后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吉安乡长游淑珍感谢来自国际的暖心关怀，让吉安乡充满能量。再次感谢国际扶轮D3600社区，我们韩国的城南显一社为我们挹注了美元的这样的救助能量到吉安。我们相信国际扶轮在社会上的一个执行跟救助是非常到位的。今天非常特别的是来自于韩国的爱来关怀我们整个大吉安，在这个善款，吉安乡公所会善尽后续为我们铺陈到位的一个救助跟关怀的力量。再一次谢谢我们花莲在地扶轮社能够牵起这一份的爱与关怀在吉安。韩国敏俊安慧中社长表示，虽然捐赠的金额不多，但都是韩国跟花莲人永远割舍不断的情感，期盼未来每个人无灾无难，幸福平安。吉安乡长游淑珍也表示，乡公所会妥善运用来自各界善款，让大家的爱心可以发挥最大效益。记者会吉安乡报道。